POE 哦，POE 要等那个，POE 我们等明天啦，明天改版。亚一是满的欸，哎，这个伺服器我是可以随便切来切去的吗？还是我在这边就在这边呢？哇，那个，这只是分流而已吗？没有角色，看一下什么角色？哦，法师，这是什么武器？哦，这是刺客哦。法师、弓箭手、剑士、刺客嘛，一级是小偷，二转是刺客，然后黑暗刺客 ，striker， 好，哪一只刺客？刺客应该是后面才出的吧？我一开始玩的时候，确实是只有三只啦。是有英文吗？有韩文吧？应该。要不要新手教学？不用。三角侠平常是在玩些什么？是要打副本是不是？哦，四个人然后打副本哦，好像有一只恐龙。那时候好像有一个 bug 可以一直刷那个恐龙吧？有一个那个 boss 龙王摸一下就会死掉的。吧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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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ere is only victory for me. 上下左右 ，OK OK。哦吼 ，Z 是攻击，我这延迟。拿拿东巴牙，真的是古早味。哦，控扁哥布林，啊，应该跟风之谷差不多年代吧。但风之谷是真的蛮顺的，那么多数字在跳还是蛮顺的。下面那条是我的经验值哎。我记得有一款画面跟这个很像的，但是像风之谷那样练等，梦幻龙主啊，不知道怎么跑步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跑步是哪一颗啊，我现在跑不起来。没有，它一样是这样3 D 的，好像是国产的。Z N H C， 按两下，哦，啊，你个骄傲。A 可以开技能。一个 attack， 痛别。Yes。咚，开一号宝箱。哎、欸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中文吗？没有。新角还没买，等你去台服测一下新角好了，看一下技能说明。看一下，这游戏是穿装备不影响那个 PK 吗？还是有，艾尔之光好像没有。我就这样子一直打怪吗？好，等再来找人 PK， 罗要开扁喽。艾尔之光跟 DNF 都有限制装备的样子。有吧？有一个极限装备吧。你好像就只能穿到某个等级的装备。
我以为在玩这个，试玩一下，今天刚出诶。Steam 开始都有一些老游戏变成国际服重新推出。啊，找个人来三小侠的 PK 好了，三小侠要怎么 PK？Hero Collection，我现在两级 PK 会很惨吗？来啦，打架打架！要去哪边看有那个房间呢？PVP，快速对战。哦，里面有人呢，他们19等呢。我2等会打入19等吗？开房哦，好，帮我登自己开。哦，是团体战哦。58等，今天才开放哎，有这么好练的？啊！啊！哦，有抓技耶！哎，哭啊！这个人一直拿抓技打我，楼下有一个只会按抓技的，哇！抓技是哪一颗啊？哎，摔到二楼去了，打他一下是300多耶，4500低哦。哎呀，近一点可以抓，近一点直接按攻击就可以抓了吗？哎，我也在抓技嘞，我也在抓技嘞，抓技打500多，很强哎，Power Slam。画面艾尔之光当然是比较厉害啊，这艾尔之光就是他的二代嘛，二代当然画面是厉害一点的。攻击是只有一颗按键是不是？快死嘞！哎，哭啊哭啊，我死啦！哦，一个人有3条命哦。哎，是有超级大招可以放吗？可以方向键有泰森，我看一下，他就蛮延迟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打谁。但我们应该是优势，我看这个血量，我们应该是优势。啊！好啊，我站在一楼可以被摔到3楼啊！一二 go！有，我在打输出了啊！啊，Power Slam！哦，漂亮，砍死一个！我好像被剁死了。我要少一条命的啦！啊！我又少一条命了。我在开招还会被砍的。哎呀！好，一直按就对了，管他了。
就那个时候三角侠我也没有玩很久，我大概就玩个几场，后来就跟朋友跑去玩跑跑卡丁车，跑跑卡丁车比较顺一点。哎，跑跑卡丁车活到现在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啊啊啊！我可能是第一个要退场的啦。啊！我被劈死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走位一下。我决定在这个顶楼打稳。这关卡很难打，这款好像蛮多人开外挂在刷的吧？我快死了！哎，我要劈死啊！死了，真的死了。但没事，我们现在优势很大，顺便也死一个。多跳 A 啊，这游戏跳 A 很强，是不是？哎，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这边是三个一样的角色，哦，原来我们全部都是这个双刀啊。Here I go。这是三转的，那个有翅膀的。哇哇哇哇哇哦！这个很伤害打很高哎。哇，他一个人打30000输出哦。哦，有宝箱可以拿，好需要啊！还会升级哎，因为打 PK 也可以升级啊。有点卡哎，明明是亚夫。还是载一下艾尔之光来玩，艾尔之光现在还在吗？打到 BO19， 白痴的格斗游戏也是偏恐怖的。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啦，两个格斗游戏应该是一个水平。艾尔现在有活动可以直冲99哦，艾尔之光哦，要玩一下吗？艾尔之光的 PK 好不好玩啊？